那你们平常是用什么来缓解压力呢？拍帅哥啊！哎呦，那一博，哎呀，他真的，平常也挺关注王一博老师。你看，我就说没有喜欢拍帅哥，能拍王一博吗？没有训练的时候，然后看了王一博老师那个、跳舞，对、啊，我就觉得王一博老师是一个挺有内涵的一个人。是很冷酷，很冷酷，很冷酷，很冷酷。因为帅看出了内涵，对不对？太棒了，哇塞，了不起！但我今天看见大老师，我觉得您长得特别的精致。行吧，真的，特别是什么叫精致呢？就是特别是有那种范儿。什么范儿？阳光彩虹小白马。谢谢您啊，谢谢。你怎么这么好看？哎，其实我平时。也挺爱看抖音短视频的，特别是被大老师那个阳光彩虹小白马洗脑洗了好几天，基本上都会跳都会唱。哟，那来一个呀，来一个吧。我自己都忘了。好了，谢谢您，自己都忘了，激动激动啊！